要串场，还是要说一些话？大家有发现那个吗？就是我们外面啊，今天有种草呢，我们的地板就开始绿油油的一片，因为这个地方种草很不容易啦，在最初期的时候，这地方就是很像一个废墟，它其实是旧台铁的一个合作社，然后尤其这间屋子，就是留下来的一个建筑物在，然后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到，就是上面有一些那个梁啊，就其实是用那个铁轨做的，就是散场的时候亮白光的时候，你们抬头看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那个铁轨、一些铁路的元素在这边。好，我就再唱一首歌，然后再说一些话。哎呦，好像还没讲规则吼。规则就是那个外面有一个黑板，大家进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黑板，然后上面有总共有六个格子，你可以拿粉笔啊在上面报名。报名以后就待会我表演完就会陆续的那个唱名，就是邀请那个每一个表演者陆续的上台，然后给大家做分享。多朋友的，那我再唱一首九二九的歌，今天疯狂唱他们的歌。好的，很乖。是不是进了部队以后，已经好久没有去看海？在海边成长的小孩，应该什么事都看得开。看着海边遍地垃圾，我也已经习惯不再愤怒。是否吃得饱就应该满足？你知道我不是多话的那种人。今天这通电话并不是来跟你诉苦，是一个变态的世界，我现在活在最变态的一角，只是我此刻只想让你知道，我忍着哭试着笑迫在心底叫，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只希望重回家庭的怀抱。吵得多睡得少，想的又更少，脑袋没有太多的烦恼，我只希望世界能够赶快跑，我只能跑跑跑跑跑，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带着我的感慨和不假，我只能跑跑跑跑跑，脑袋不用去想太多事，知道这世界就是这样子。终于我了解了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有大多数陌生的人所组成，陌生的大众不一定了解陌生的我，所以我也许应该默默接受，温暖和和平它终究是一场梦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，这是一个变态的世界，我现在活在最变态的一角，只是我怎么找也找不掉，
庭的怀抱。我早了多睡得少，想的又更少，脑袋没有太多的烦恼。我只希望，希望时间能够赶快跑，我只能跑。